小鞠选择谁？小鞠，你还有反转的可能，就是你在另外三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权利是你赋予的，还是我赋予的？小鞠，小鞠，是我的三个男人。我们这儿承受，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，就是你选的那个人之后，另外两个人将组成。哦，对，你们三个拿一下畅信力乐罐，邀约小鞠，是小鞠选。路边的花都笑了，原来他和我一样有梗。你想要快乐的一天就选我，去想去的地方做开心的杨迪。这些沿途的风景我想读给你听，还可以唱给你听哦。好做作你们。嗯，都很有各自的优点呢。哎，你离喜剧又近了一步呀。你干嘛讽刺我们啊？小鞠，不管你现在如何自豪，我都要告诉你们，他们三个曾经爱过我。快点选我们走，快点选我们走。你永远是第一顺位。他选谁啊？张雨剑。啊，雨选雨剑啊？呀，什么？张深，恭喜小鞠啊，选择雨剑。那杨迪和周深自动组成第四组夫妻。来，给你，给你。那来看第四组。哎呀，兄弟们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里面的那个狗，弹簧狗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周深都生气了，您看。我想问一下，他俩谁演屁股？我们俩是竟然连着一天吗？连体儿？啊，这是一个，两个一起吗？不用妆发了呗，埋在里面一天，埋一天遇一人。杨迪来了吗？只要杨迪耍大牌不参加节目，结果翻了在狗的屁股里面。这是怎么搞的呀？我真的，这个应该跟那个舞狮是一个概念吧？待会儿。我猜应该是。咱们俩今天一人一半啊，屁股轮着来，不太辛苦了吧？你当屁股吗？输了的屁股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昨天第一名，最后一个狗屁股，哎，我就为了今天争这个狗屁股。行行行，我就当你的跟屁虫。我现在是狗像歌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大家去换装吧。好。杨迪和周深戏超多，听说还有公主抱。太惨了，我俩太惨了。我应该选，我应该选尾巴的，都没有帽子。就是要入戏是吧？这个是不是过分了？我们这个弹簧可以拆，拆了以后我就很有尊严的样子。走，来这边。你狗尾巴应该要听狗头的，是我遛你。是吗？对啊。什么？你这个不能播！大家为自己的组合想个名字吧。我们这怎么叫？牛仔。我不属于牛仔。就是你们叫柴客柴货夫妻。拉柴。柴客夫妻，柴货夫妻。柴货夫妻致敬柴客夫斯基。你有问过媳妇儿愿意这样吗？哈拉少，哈拉少，哈拉少，无情哈拉少，无情哈拉少。我们叫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不要吧。那我们叫什么呢？来，给我们取一个。桃花公主和玛丽啊。马桃。玛丽桃。哇塞 ，Mary 套 ，Money 套 ，Money 套 ，Mary 套，好吗 ？Mary 套 ，Mary 套 ，Mary 套特别好。我们应该叫那个，好像一条狗组合。那个人样子好怪啊！我也看到了，他好像条狗啊。说我们是吗？那跟我，我们是真是一条狗，你还好像一条狗，你还是一条狗，我们是两个是一只狗，不是，我们就叫好像一条狗。抢人家名字干什么？他们是真狗，我们是好像一条狗，好像一条狗哈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来，狗屁股。我们一直在想，很难取我们两个字。很简单，你们狗们，狗，狗，那、啊、这没了吗？狗什么？苟且。苟且偷生，苟阳生。你能不能取那点好的？你们想好了没？我们想好了。想好了。说。我们三二一，我们是 Go Go 夕阳生。啊？
乡绅是什为什么怎么来的？杨迪和周深嘛。哇塞！哦，对啊，突然叫了，你们也看过，我才听出来。对，但是就觉得，嗯，好没意思，平平无奇。除了你们俩说的声音大一点，全场一点反应没有。夕阳是我们的名儿。我们不应该听梧桐的，我们点的都是虫的。嗯。好想吃啊！今天吃不着能气死。吃不着能不能给我们打包一点？吃不着能不能给我换身衣服？其实一定吃得着，一定吃得着。哎，一加一等于二。什么题嘛？我们先做做准备。你先这样，你先做一个，做一个，我们来一道，来一道。九九乘法表。完了完了完了。九九八二一吧，不是九九乘法表呀，七三二十一，九九乘法表呀，六六三十六，那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你出的这两个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？对，我因为我这个不会。来来，九九乘法表呀，八六四十八。你今天吃上了是吧？九九乘法表，七八五十六。他有本事说，考我一个试试。九九九四，三十六，对你赶紧。36，我怎么说的32？你看看，容易出事儿。号啊？问题。要反着问吗？不用。我们小时候没有反着背。不可能不反着。他绝对会有不反着问的。87，48，56，但没有跟上96，54。6954，54，54，你行吗？数学题一定没问题。真的？太简单。来啊，这是这样的，默契接词。我们说前两个字，你们以后一起接一样的词才算赢。准备，匆匆什么？茫茫。春风什么？得念。春风什么？一念。春风什么？一念。春风什么？一念。得意，我下次你在干什么？我下次相机以后我改你的，好不好？你改我，我改你的。慷慨，万千。慷慨，万千。万千。慷慨，解囊。慷慨万千是什么？慷慨万千是解囊。解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漂亮。你好。再见。你好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好。再见。不是说成语吗？没关系，管。朗朗。上口。多多。少少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快点！五花。啊？五花。八门。哦！天哪！哎，你们是这么惨的？不太可能啊，这咋回事？不用祝福。肥牛，肥牛，哎，别，肥牛我没有，鸭肠我有。鸭肠行，鸭肠吧。我这桌上只有三个菜了。不是，我们俩都有点舍不得了。Happy， 还有一个呢。Selina。哎。姚晨。郁恩泰。这个算了。对呀、啊。Drake。Rihanna。马景涛，我知道他是嘶吼哥，但他那个是他最近梅花烙，他参加了那个姐姐那个中坐中间。你给我一点简单的。马景涛，宁夏，宁静，对，杨迪，梧桐，谁？杨迪，谢娜，杨迪，随便讲一个，刘维，杨迪。贾玲，保罗麦卡尼，John Lennon， 那个，李克勤，周深，嗯，何老师，李维嘉，嗯，李斯丹妮，艾菲，嗯，太冷门了都，哎，一和华少，啊，杨幂，哎呀，那么多戏，杨幂。出道的那个戏，阮经天，啊，杨幂阮经天演有吗？有哈 ，Mick Jagger， Keith Richards， 冯绍峰，杨幂，哎，邓伦，杨幂，还有谁？你说杨幂？杨幂，胡歌，杨幂，
哇塞！赵又廷，杨幂，杨，佟丽娅，我开鸿运喽！呱呱呱！天上天上，快快显灵！碰一下，快显灵！轰！呱呱！拿个锤子，拿个钉子。我拿个锤子，拿个锤子。呱呱！霹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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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霹雳！天上，雷公电母，天上，天上，天上，对了吧？对了。哇！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。雪姨，雪姨。什么？情深深雨蒙蒙。情深深雨蒙蒙。哟，真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呐！呱呱。什么？自家人，自家人，自家人，自家人打自家人，自家。大水冲了龙王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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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厉害！这个更难。女上青天，女上青天，女上青天。柯震恶，不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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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葛亮，诸葛亮，木牛流马。诸葛亮为了这个发明了木牛流马。是个人吗？我太难了。是个人吗？一个字形容四川，一个字，一个字形容四川。啊！我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竖着叫踢腿，横着叫。这是两条腿，竖着叫木偶，木偶。竖着就是两条，这两条腿，竖着叫劈腿，横着叫，横着叫什么？猴子。两条腿。两条腿。竖竖。耳朵都摘，耳机都摘下来了，是什么意思？竖着叫劈腿。腿。劈腿。劈叉。那是这样，那怎么是这样的？说这个女孩啊，说有一个女的，别的，其实她怎么了？拉拉她就是女孩特别温柔，特别体贴。就是抱钢琴家。我们出题到这种水准了吗？大的反义词。小，小鸟依人。抱钢琴家。抱钢琴家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四川。起。四川的国宝。起床没有？起床没有？我们四川有这个国宝。我们 一群人是一群活宝。它是一个国宝。它是一个活宝，国宝，国宝，国宝，熊猫，熊猫，三个字，大熊猫。四个字。他们是一对情侣。根本是一个关晓彤。啥玩意儿？他们一年只见一次。他每天只干一件事儿。一年见一次。一年只干一件事儿。他们是他们是一对情侣。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哦，他们是一对情侣。一年见一次。一年只牛郎织女啊。没哦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哇，想太久了。怒目而视。差不多了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目瞪口呆。双眼发直，暗送秋波，眼睛放电，无限魅惑。是我给你猜吗？还是你给让我猜？你说句话呀！换一下吧。等一下。换人了是吗？换一下。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地方。去，没几道题了，停。
就是禽鼬，不是牛鼬。盖盖盖盖，中说唱说唱盖盖，还有一首歌叫什么？盖盖盖，我是火锅，你是火锅底料。哇！送分题，送分题。这两家歌词，歌词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让你不能演。那个，这个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主题曲，火箭，对，少女，八个字，过了。当加饭姐弟开始撒糖时，你能坚持住吗？老马呀，靠你了，老马。我不是，我是啊、哦，对，涛，放心，涛。好惨啊，只有我没有。我的卡给你刷，我的卡给你刷。我的人归你了，我的人归你了。周深自曝和杨迪撞型，一起来看看。这两只狗，两只，这是一个动词，这两只狗头和狗屁股，屁股跟头，两个人神同步。我们俩互相看。顺拐了，我怎么顺拐了？顺拐了。三个字，竞速跑。这叫竞速伴舞，啊！不是，你们俩都给人家俩弄懵了。是个形容词吗？社会摇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还好你不是歌手，还好我不是专门制作综艺，我们俩真的有点装。就这些菜是吗？那边还有。那盖着的还有些什么宝贝疙瘩？哦，鸭掌。哦，鸭掌粉丝煲。麻婆豆腐，挺丰盛的。哇，水煮肉片。这样吧，迪哥，咱把它端过来好不好？水煮肉片，打死菜了。还是很还是热乎的。端过来好不好？南冷哥他们、啊、他们也不吃辣，他们俩吃不了辣的。啊，大家吃不了辣。哎呀。来，把这个山药。很适合他们啊，因为他们的口味不吃辣。哎呀，真是得照顾照顾人家，吃不了辣，这个水煮肉片太巴适了。我最喜欢吃这个了。我这个没有那什么、啊，没事，我不介意，谢谢你，不介意、啊。再来一个，肉吧，他想要。不啊，就是这个。你以为我那么坏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酥？但是我不知道它长什么。哎，应该问你这是什么？我四川一般不吃这种糕点，我们都吃这种。为什么今天能这么顺利的吃上这个饭？不觉得有点诡异？能吃就吃吧，吃了再说吧，吃完再说。吃完以后，接下来比赛大胃王比赛。那朗朗哥必赢。我这里好漂亮啊！辣的你不吃，我们就先动了。对对对，那边就给你放了一些红酒山药啊，比较保卫的，给老头儿老太太吃的。你媳妇呢？她还没换完衣服吧？我先过来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冰粉，一种甜食，冰粉甜的。真的不错。你们俩冒个险呗。什么感冒？在我们这个节目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的对视。太简单了吗？他俩？不，你俩对视以后，然后要亲一下，增加一下难度，好吧？对，行。这个还叫难度？三二一，开始。经常要笑了，你看他的嘴角。哦，怎么忍得住啊？活活的大厚嘴唇着。哇，我们就瞬间被隔离开了，你看看。行吧。我的妈呀，这完全就是两个空间。
我们六个玩我们的吧。这还不是你出的问题。这叫大冒险吗？好，第一项考验你，第二项呢？这个叫打 case。case。为了我们的节目能播啊。这什么大 case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不说要。他没有亲嘴嘴。结尾是吧？一沾上不得了是吧？还要给你们俩一脸揪开。行了行了。狗粮差不多好了，继续，我也模仿吧。好，模仿模仿我。我一定要弄那个，弄那个。哪个？哪个啊？对。叮叮角落好，滴滴滴吹。哎，大家都喜欢看吧？他特别喜欢看这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。这段视频友情赠送给朗朗哥。角落好，滴滴滴吹。滴滴滴吹。他是喜欢看这个。朗朗，模仿吉娜，模仿吉娜，模仿我。上吗？哦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来，这花过了，来。玲姐，玲姐，我得用那个，我得用那个扇子，我能学你。这怎么像祝枝山啊？雨健都看懵了。雨健，放开他，再喝点茶，忘掉这一切。你给他准备了一首小诗啊，我的灵儿。天哪，是一首诗，我最喜欢诗人了。你的样貌不重要，你的身材我喜欢。讨厌，讨厌。在我的眼里都是你啊。今天雨健在他生日的日子却想跟他提分手。你把那个椅子给我搬过来，我要坐着说。我小脚脚站得好累哦。你就站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说。我站不住。分手吧。什么？分手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分手吧。你竟然要跟我分手。我没有想到你要跟我分手。我从60多斤被你喂到了160多斤，你现在要跟我提分手，这100来斤你都不要了吗？贾玲要使出她的绝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我会忍不住。我就是要你忍不住。这一次很坚决。神经病，神经病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说出分手的三个理由。你必须要给我三个理由，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第一，你长得太好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说了多少次没什么。你的性格太好。我也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像谁一样。第三，你做起来我就更喜欢了。让吉娜说一下嘛。吉娜说两句。凤芝，你来两句。凤芝，就是我很佩服你们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有特殊的才能，然后每个人把气氛带起来。对，带起来，这个我觉得是太牛了。玩游戏是一个很棒的方法，就更深刻认识彼此。然后我觉得我越认识你们，就越喜欢你们，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荣幸，可以就参加。今天晚上是 CPG， 要不要聊聊你老公啊？对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好。我还想说一句话啊，我想特别想感谢杨迪。哎呦，我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杨迪特别有责任感，而且吧，他特别有几件就比较重要的事儿啊，都是杨迪带我们走出困难的。我一定要感谢他，真的真的真的，第一时间都跟我们说，特别好。
杨迪太聪明了，真的太聪明了。但他心很好，他想把事做好。哎，心可不一定，也挺累，心一般，心一般呐、啊，你可不知道。